殿下，您放心，北境有我们韩家军的，定然不会让魏人夺我疆土分毫。魏人善战，他们如今统帅拓跋浔，熟知中原兵法，不可轻敌。是，我牢记了。不过殿下也不用过于悬心，我们父子俩在北境多年，也不是吃朝廷白饭的，你尽管去西境便是。 我自然信得过韩大将军，但是如果朝廷掣肘，无需理会，自然处理便是。将在外，君命有所不受。是。